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米亚探世界。现在各个国家越来越注重维持生态平衡，因为只有保证大自然的和谐性，才能够保证所有人的生活。只不过因为过度捕捞和人类不懂得珍惜大自然的馈赠，很多地方的生态平衡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。而对于犹他州来说，为了维持当地的生态，他们会直接空投鱼苗。鱼饵从800米高空落下，这个场面曝光的时候，很多网友都觉得相当震撼，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奇。虽然这个场面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，也会让人印象深刻，可是投放鱼苗的方式有那么多，为什么他们偏偏选择空投呢？据了解，当地之所以会采用这种特殊的投放方式，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影响。当地的湖泊大多在深山之中，汽车运输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所以相比较之下，飞机投放会更实用一些。而且这样的运输方式可以保证鱼饵的存活率，高达95%的鱼苗都能够成功活下来。所以为了维持当地的生态平衡，每当捕捞季节过后，犹他州都会及时捕上鱼苗，否则过不了几年，这里的鱼饵就荡然无存了。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鱼苗的质量，也为了保证投放时不会混入其他有害生物，鱼苗的孵化场都是采用无菌繁殖，从后期的投放高度到鱼苗的重量都有相当严格的要求。由此可见，犹他州为了保证生态平衡确实付出了很多的精力。如果去犹他州旅游的话，每年7月都可以亲眼见证这一盛况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呢？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。